像一个三个木，估计也这么粗。这有和这个连在一起的，等下挖出来看是不是一个大的。有一根杂木跟在一起的，啊，我哥也来了，我哥也帮忙。啊，挖起来了！哇哇！这头这个头够大！哇，终于挖了一颗大货！不过还没事，这些都还挺好。啊，走了，走了，先拿回去。前面的视频是去年六月份挖这个三棵木的视频，拿回家之后，为了让它成活率更高，当时种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枝条全部剪了，一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，这棵三棵木就算完全成活了。在一月份还是二月份的时候，就给它换到这一个盆上面了。现在这一棵三棵木从挖下来到现在整整一年，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成活了，很稳定。这一棵三棵木足足有五公分多粗，可以说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一棵三棵木了。我每一次发三棵木视频，都有一大堆人在下面说他老家有很多很多，而且都是很大的，十几公分的都有。我相信能说这种话的人，99%都是不认识三棵木的。每个人都来说有很多大的，但是上一次我要收购三棵木呢，五公分以上的三棵木，我开出四位数以上的这个价格来收，收了一个星期，最后只收到四棵。而且那个视频还有很多人来问是真是假，是不是真的四位数以上收。其实如果你真的懂三棵木，真的知道三棵木这个东西，你就不会来问我这个是真是假了。正所谓隔行如隔山，如果你不往盆景，不懂三棵木，那我说的再多，说的再详细也没用。反正不管你再怎么做，说的再详细，总会有那么几个杠精出来杠一下你。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做得到让每一个人都相信。还有最后说一下，收三棵木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收了，因为上次已经收到四棵了，暂时就不收了。这期视频呢，就先分享到这里。我是乐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